圣训第68页。人生必须多学习，修道更要明事理，时时自我来警惕，坚守志节永不移，培养浩然之正气，天赋本性当爱惜，红尘陷阱应久避，绝不沾染一身泥，真道今日已寻觅，恢复通彻之灵犀，规矩是要自己自要求，效法圣贤力不移，合情合理腹中道，性德纯养育生机，参执真理不放弃，自己善心快开启，人伦大道虽习长，然而天良有此机，用心参学相砥砺，手足共勉不提息，着重实践不逼你不逼你，日久天长有成绩，谨慎恭谨非作戏，定让今日胜往昔，要与贤明来相比，君子上达知思齐。第69页，不要留有坏脾气，当机立断并恶习，且将贪念清除去，善用理智多心习，嗔念痴念亦可喜，尽力而为不迟疑，念念端正可离欲，毛病不生靠自己，秉性移除是不易，愿改断然便可喜，发挥坚强的毅力，重重万有沉浮息，思虑深远又缜密，创造性命的奇迹，志向高昂心也细，所到之处皆无敌，仙佛亦会佩服你，以身示范胜欲习，能恒其德人人记，真心悼念化蛮夷，今世记名谋重力，成正自强不仔细，回光返照性清净，感动变化由自离，凡事包容心似地，天下何者能排挤，最怕放纵自己治愈，让身安逸道远离，良知良能受蒙蔽，发于世之尽偏移，回心付出甚意义，真修无不用其极。第70页，能至诚又有礼义，义己不非得已矣，修身笃功心量大，容止念圣无偏激，至人不忘又不弃，能让心口相合一，全心全意待人敬，有道包准不分歧。妙，绝对真诚自谦处，不骄不吝不为宜，守死善道整为事，修己安人固大体，不有冲突与对立，一团和气乐无比，晓得身利与浅接，活泼应试能全宜，林林种种亲体验，扩展格局再晋级，因为意莫忘本去，明德心明从今起，居意四命不思议，敦品力行永不移，参透人生大道理，不会错失一毫厘，报道奉行勿思思，勇往直前斩荆棘。